好，今天韦中哈挑了一首叫《Gilgun》的名哦，说实在这首歌大家应该印象都非常深刻哈。那原主唱巫启贤他是用比较爆发力的在唱，那你本身的声音根本没有这一块，这是我所讲的说你本身的声音的厚度是不够的。那如果你用加强共鸣练习的话，可能在高音方面可以让你的声音变得比较亮，也比较厚实，好用到丹田。那很显然，你今天这首歌我是觉得唱的是烧不到痒处，啊，听你唱的时候觉得少了什么味道而已。但是我必须赞赏你的就是你现在收尾音非常稳定了，我觉得这点必须要给你一个夸奖一下哈，尾音收得非常的平顺，那听起来也非常的舒服哈。那今天怡君这首《无言花》哈，你这首歌说实在我也还蛮熟的哈，因为也是我以前参与制作的专辑里面的歌。那这首歌说实在它有点古典的味道，好，但是你的声音算是可以唱的比较江湖。那你突然来转型唱这个歌，哎，我觉得很特别，也感觉到说你有在挑战另外不同的歌路了哈。那今天有个很大的瑕疵，就是最后那一句下两个新冠尾音哈。有点掉下来是非常明显的，这是我听出比较严重的瑕疵。我觉得怡君是很稳的，那但是呢，刚才在演唱的时候，高音总觉得稍嫌不够亮，你可以用调高半 key 这样的来练习，让自己去抓到，就是说你音色当中怎么样去唱出不一样的音色，比较亮悦耳的那种感觉，这样的话你的音色就会更平均，在高音跟低音的地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我们所有老师对两位的奖评。对，那接下来就看谁是卫冕者，有没有问继续卫冕？或者是淘汰呢？对，紧张时刻到，我们先看我们这个刚上来要挑战的，我们曾伟中的分数到底可以得到几分啦？评审，请给分。86分，83、84、85、86、86分啊！哇，曾伟中86分，嗯，好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卫冕者到底是继续卫冕呢，还是失败？评审，请给分。吴怡君更当对手蝉联卫冕宝座，推丢戏版郭伟忠一杯，而国语组卫冕赛竟让评审左右为难呐、啊。听起来是有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。是啊，我刚才听见你的演唱，我有感动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卫冕者到底是继续卫冕呢，还是失败？评审，请给分。88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90，哇，到90了，哇，保持一贯的水准，谢谢。嗯，丁小文老师给了19分，哇，为什么？快满分了。我有给太高吗？好，我想先讲一下这个伟忠哈，伟忠呢，真的刚几个老师给你很好的意见哦。那其实你的特色就是唱抒情歌真的很合适，但是你的语气实在太软了，哦，太软，如果说整个都太软就会变成软弱，嗯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你回家要去练习吐字，在正拍重音的时候刻意去唱大声，先用这种方法练习，好吗？然后怡君今天其实真的唱得很不错，我觉得你的进步简直是用飞跃的哦。谢谢。不是你不好，对，是你的对手太强，而且感觉他像是那种内力深厚的那个舞者，哇，唱那种歌太厉害了，这样挑战才有意思，再接再厉，好不好？好，伟忠，有什么话要跟评审讲？就谢谢老师的那个指教，我会回去好好改进。还有机会，对，要跟妈妈跟阿姨说什么？就是很谢谢妈妈跟阿姨，就是。妈妈她是每个礼拜都会上来，对，然后就搭车上来看我录音，因为她都很不放心，对啊，然后阿姨就是这几拜都会陪妈妈上来，对，很谢谢他们。那没关系，她今天这个挑战虽然失败，她下礼拜还是继续在我们明日之星的队伍里面，还是继续接受挑战，还是有机会。哎，搞不好下礼拜你唱得很好，又是你来挑战她，也有可能哦。好，好，但是要加油哦。好，我会努力。我们先请伟忠回到我们的队伍当中，请。谢谢。啊。
天算是轻松过关了哈。没有，也是很紧张。所以刚才有点压力的吧？对，听他唱完就有压力，因为伟忠也在进步啊。对，对不对？阿妈今天有来吗？有。哇，阿妈几乎每一集都到哈。对对对。哇，因为他觉得每一次都有唱歌的可以表演啊。哇，阿妈，哇，上礼拜唱大家好喜欢哦。是是是。哎呦，今天换一件有亮片的衣服了。哇，不灵不灵的哈。其实阿妈每集都会特别打扮过。特别打扮啊，这件衣服是以前订婚穿的吗？还是？阿嬤有什么话要跟孙女讲？孝敬，你要继续加油。这个回去妈妈有没有给你讲什么？有，就魔鬼训练。做什么魔鬼训练？就是回家，我们家有一个包厢，就可以让我们练唱歌。包厢还有对，然后就是特别做了包厢。不是以前开过 KTV 吗？不是，就是因为家里人都爱唱歌，是，所以就做了一个包厢，然后就从晚。练到差不多，每天都练到晚上两三点。从几点开始练？就大概九点的时候。九点开始练到两三点，每天这样练。每天这样练，然后妈妈会唱一遍给我听，然后叫我跟着她这样子唱。妈妈又唱得比你好。对。啊，阿妈有比妈妈好，很厉害的。那是一家都是歌后，都是歌后，都是会唱歌的。是是，在这边要谢谢妈妈。对，妈妈、爸爸，谢谢。我会继续努力。看到没有，分数这么高了，还这么谦虚，还要继续努力。你看，还要继续努力。来，我们披上彩带，恭喜你！现在是两关哦，下次打第三关哦。现在你奖金有40000块了哦，请吴怡君登上卫冕者宝座，请。恭喜吴怡君，恭喜。要进行的是国语组卫冕赛，一刚一柔的戴立威和马千亿即将展开精彩大对决。介绍我们的挑战者，挑战者就是我们的戴立威，欢迎。建新同学刚报道就成为挑战者，是一鼓作气，看能不能抢到那个位置，卫冕者的拼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唱什么歌？萧煌奇萧老师的《你是我的眼》。你是我的眼，谢谢。